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某发电厂哈，每秒呢可以产生4.2×10^8加二每秒的这个废热。好，澳门晓得这个热工当量哈，4.2加2是等于1卡路里，所以这个事实上是等于10^8卡每秒。好，然后他说哈，将这些废热哈排到海水里面呢，那如果它的水道哈，它宽20公分呢，深度是2.5公尺，那么水的平均流速哈是4公尺每秒，那么他说哈，那这些废热哈将让出水口哈它的温度哈上升了几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就说。这个了哈，这个它废热哈排出来的话，它每秒呢是排出多少哈？排出10^8卡每秒吗？好，那它现在呢排出来的那个质量哈是多少呢？是每秒排多少？每秒排这个就是我们叫水流好了 I。是等于 rho v r 乘以 a， 哦，就是说单位时间呢排出来的那个质量，哦，单位时间排出来的质量，哦，这是 rho 的话是一克嘛哈，这是十，一克 rho 是一啊，啊乘以那个400。哦，把它弄成公分，400公分每秒，啊，再乘以那个横截面积，横截面积多少呢？这是250啊，哦，250×20，哦，250×20，哦，这个呢是每秒排出来的体积啊，哦，每秒排出来的体积，啊，没有，每秒排出来的质量啊。啊乘以多少呢？这个是乘以它的那个比热，啊再乘以它升高的温度了。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我们就知道它那个海水口哈，它升高的温度是多少？海水口升高的温度哈，是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多少？这个是这是50啊，这5×10^3，这4×10^平方，这样等于多少？2×10^20嘛，这6次方啊。好，啊，所以这道题哦是等于10^8除以多少？2×10^6啊，那约掉了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100除以2是5啊。50啊，50°C啊，哦，就是说，所以哈，它海水的温度哈，它会上升多少呢？排水口哈，它会上升50°C啊，就是怎么讲啊？就是说，这样讲好了，就是说，它的话哈，就是说它，这些热哈。热的话哈，这些热它本身就让什么呢？等于这样讲啊，等于是说哈，它这些热的话，让这些排出来的这些水的话哈，它本身是升高的50°的。就本来是这样讲，本来它是假设它引海水进来嘛，好，进来的水的话，它本来温度是跟海水一样的。好，然后它给它加热，加完热以后，这些海水的热哈，比原来的热哈，比原来的海水呢高出多少？高出50°C啊，高出50°C。那也就是说，它排入呢海水里面的话，在它的附近的话，那个海水的话就会高出50°C啊。啊，当然你如果这个海水的话扩大，哦，流到那个。其他地方啊，跟其他海水的话，综合掉的话，那温度当然下降。不过就是在这个排水口，
这个五十度哈、哦，它的什么呢？它算出来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排出来的这个汇水，这些汇水呢，比海水呢多五十度的，这个是它真正的意义了，所以是五十度 C。好啊，还有我们来看它的这个，这个公式怎么呢？这个哈、哦、就是等于呢，单位时间哈、哦，这个排出来的质量，单位时间排出来的质量。那这个会等于呢，这个水的密度乘以速度乘以 a。好，那我们来证明一下，就是说，假设哈、哦，这个是横截面积嘛，哈，这个叫 a 啊。好，那我假设在 dt 时间里面嘛，哈，它有那个 dm 的话，哈，就经过这个横截面，哦，这个叫 dm。好、哦，那个 I 的话就是 dm 除以 dt 嘛，哦，这单位时间呢，就是说跑过这个横截面的这个什么质量，哦 ，dm 呢除以 dt， 好、哦，这 dm 等于多少 ？dm 就等于它的密度嘛，啊乘以多少？乘以呢这个体积，这个体积就是啥？就是这个横截面积 a， 啊再乘以呢乘以 dl， 哦就是。在 dt 时间里面扫出来的这个长度呢叫 dx 哈 ，dx， 然后我把它除以 dt， 除以 dt 哈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这是 ρ， 它是速度嘛，水流速度 va， 啊这个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符号叫 i 呀、啊，哦就是水流密度，水流密度哎水流啦，水流就是 ρ va 呀、啊。哦、那 I 的话你也可以当成电流，如果是电流的话那是个电荷密度的这速度，那、啊、这个呢是横截面积、哦啊、所以得到这个公式，那我们就套这个公式，所以答案是50度 C。